能追本尊到这里，只有你们江家。提起五药心经，我也仅行的死活根本不值一提。小娃娃，你是不是叫江青柳？嗯，你是谁？我姓大，叫大好人。你练过武功？当然，我爷说我学得可好了。你根骨不错，可是你练的一点都不好。你胡说，你看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重要的是流畅和连贯。你试着在第三招气沉左腿，在第四招腰髓气动之后便可踢出两脚，心走风流，意沉锦溪，气沉丹田，如心如玉，如影随形，声东击西，斗转星移，飞沙走石，断石狼烟，日冠长虹，止戈为舞，刚柔并济，蜻蜓点水，气行周天。就比武，玩暗器有点太不入流了吧？是啊，他有铁扇做名器，我为什么就不能用牛毛金针做暗器呢？那好，姑娘，听说你要挑战武林盟主，那咱俩就光明正大的比试一番，谁也不让着谁。看来你就是继任的武林盟主了，果然气度不凡。不过我可是已经打了两场了，有点累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妖女，刚才你飞暗器的时候怎么不喊累啊？那这样，我让你三招，只守不攻。好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这就是九分剑法，九分剑法不错，但是这九把剑也行不行啊？放心。
果然出神入化，对付区区一个妖女不在话下。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，你呀、啊、连着筋骨皮都练不好，更看不出这一口气的差距。哎，要不是我救的你，你这口气差点就没了。哼，怎么发现自己和江兄差距太大灰心了？不是，江兄是见招碎招，他是见气。刚才主约那一招明明可以赢过这妖女，这才是残象神狐的第五层。将军小心，此人故意拖延时间，可能有诈。青柳，速速斩杀妖女！各大掌门，请随老夫去地牢。好。哎，江兄，你没事吧？扶去地牢，走，啊，走。也是一帮无名尸首，看不出门派，果然和刚才的妖女是一伙的。11年来，伯爷景行都是关在江家的地牢，这武林都知道，有人觊觎也很正常，但是。为什么会是在今天来劫狱把伯爷景行救走呢？不管是劫还是救，伯爷景行没有跟他们走，是杀了他们自己跑了。爷爷，伯爷景行跑了。青柳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没有，刚才跟那妖女打斗之时没枪使出燃焰，结果江青柳，刚才你提剑之时明显剑气不足。如若不是，恐怕你的残象神功有问题了。走火入魔，我练的残象神功可是正派心法，就算练不好也不至于伤身。结果一时大意让他给跑了。对，那妖女施法奇怪，突然向我袭来，江兄是为了救我才被那魔女踢了一脚。各位掌门，你们先回聚贤厅等我一下，老朽要去送送孙儿。这个伯爷景行真是冥顽不化，咱们的人明明是救了他，他居然杀了咱们的人逃走了。其他武林众人可看出你的武功，对付他们还用不着咱们阴阳道的。不过这个江青流倒是有点真本事，残响神功名不虚传。这个残响神功只是武药心境的意志威力尚且如此，可见练成武药神功真的可以称霸武林天下无敌。只可惜呀，武药心经已在我们手中，却迟迟得不到你爹的那八句秘诀。恐怕伯爷景行这次逃出江家地牢，我们以后更难抓住他。
要是被我炼成这颗不灭丹，五爷景行就算知道那八句心法秘诀，也照样不是我的对手。11年了，何时才能练到第四层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灼。放心，如果将我的内力先转移至另一人体内，再慢慢取回，这样可否有望恢复武功？此举虽貌似可行，但极为凶险。放眼江湖，能承载残像神功第9层的人，只怕不多。你这个小娃娃还算有良心，比你那个狼心狗肺的爷爷强多了。别逞能了。我早就告诉过你不可欺国中庭，怎么样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所以啊，不听师父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再说了，别说你现在内力全失，就算你安然无恙，也不是为师的对手啊。那不知道你是不是长生丸的对手。哟，小娃娃还学会顶嘴了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快点放为师离开，等我高兴了，自然会为你行功运气。放你离开？好啊，若没了长生丸，恐怕你今日踏出这个门，也挨不过明日。无耻小儿，我看你是不想恢复内力了。你怎么能帮我恢复内力？那个女娃娃的话我可都听见了，你也不动脑子想想，本尊怎么说也是全武林公认的第一高手，你们江家的残像神功也只不过是五曜神功里面的一种，而我可是先练五曜心经，又练8句秘诀。你想要找一个人转移内力，再一点点取回来，除了本尊，全武林唯一会五曜神功的人，应该没有第二人选了。你真的能帮我恢复内力？当然，不过你们江家囚禁本尊11年，想要求我，总不能空手相求吧？你想要什么？哎，现在嘛，我饿了。其实也不饿，就是有点馋。我真想现在就把你送入地牢。你不会的，你知道我是唯一能帮你的人。说你的条件。我需要1年的时间去搞清楚一桩陈年旧事，走火入魔并非一日可以痊愈，我保证你1年之后可以恢复武功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最多不过我再回到这地牢之中，我已经习惯了，不过对你来说可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啊，江盟主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这一年里，你必须随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。如果你能做到，就可以答应；做不到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地牢。成交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爹的死。你必须告诉我真相。夫人。还是没有消息？没有。哼，不愧是伯爷景行啊，被关了11年了，一逃出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各关口要道都安排了人。凭他现在的情况，谅他也逃不了多远。他不想来，就证明他也有想找的人。想想他会去哪儿？他要找谁我不管，但是我要找他，报我的杀父之仇。对，杀父之仇。师弟，别来无恙。谁？聂福僧，多年不见，师弟竟然不识故人了。伯爷景行，说吧，当年的事你知道多少？不可能。师弟，我问你答，咱们不要浪费时间，说。11年前，陷害你的另有其人，这事关一个天大的阴谋。少说废话。师弟，咱们同门师兄弟一场，就不要舞刀弄枪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师兄弟情谊不在。道死剑光，至死不杀。你为何不用道死？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杀你。刀丝之下活命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当年的真凶。我要留着这个记号。好吧，我全都跟你说。我妈呀！看来这是要来真的，跑啊！追！回来干正事。跑什么跑？赶紧回去帮忙啊！啊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要救人？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哎，想要当个好人可真难啊！糟了，他想要杀人灭口。你们两个给我让开，今天挡我者死。
你这小儿年纪不大，口气倒不小，跟你那个老爹倒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有句成语说得好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景爷，这好像不是成语吧？不许侮辱我爹！娘！师妹，你没伤到吧？娘，娘，怎么了，凡儿？我要和娘一起练。好。丹终于练到第三层了，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。站住！婉晨。江清流，你若是敢过来，他们便会人头落地。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姑娘应该就是在继任大典上砸江某人场子的那位吧？原来不是西域女子。是不是西域女子，对于江盟主来说又有何重要？确实无足轻重。反正今日无论发生什么，你得死。笑，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。清流，我们江家从无贪生怕死之徒，别犹豫，去杀了他。哎，妖女，你若敢动我家人一根汗毛，我便让你人头落地。将军，不许动！撤！老贼，你今天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敢和百里天雄动手。小娃娃害怕了？别怕啊，本尊我放水了。我会怕，我是担心你玩火，别哪天引火烧身了。什么声音啊？百里掌门，刚刚可有看见什么可疑之人？好像听见往那边跑了。追！
你不是已经混入江家了吗？这陈璧山庄戒备森严，我要多喝他几杯。啊，我这就回陈璧山庄再寻找机会。不必了。夫人，还有什么计划？在下定当是万死不辞。江家有没有对你起疑心？暂时应该还没有。你先回去，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出过陈璧山庄。是，夫人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规矩你懂的，江清流。委托人是我爷爷吗？这次的活特别简单，五个人，只要杀了四个就算交差。不过屋里到底几个人呢？人数不对，我们李恨天可不动手。给你一个时辰，想好了再回答。你们谁想在临死前领教下九分剑法呀？保护太子！七霄派掌门百里天雄前来护驾。江清流，一个时辰了，对不起了。人数果然不多。小姐，清流是个男儿。太子殿下，南宫大人，杀手已被我击退，太子殿下安然无恙啊！大人啊，退下！臣救驾来迟。太子殿下受惊了。百里掌门救驾有功，赏黄金万两，赐四品官服。谢太子殿下。送太子殿下，送太子殿下。百里大侠。南宫大人。拜得够虔诚的。这是草民应该做的。
明日来找本官领赏吧。谢南宫大人，谢南宫大人，南宫大人慢走。大师，大师，方丈已经元气了。我有孩子了，我江青柳有孩子了。小景，咱们的孩子，来，梅环，叫妈妈。家主，我带来了30多年家藏的女儿红，今儿在下陪你好好的喝几杯。教主，你很兴奋。是啊，这幸福来得太突然。你猜怎么着？我救了太子，那可是当朝的太子。他，你这个蠢货！知不知道是谁要杀太子？谁啊？是我。你为什么要杀太子？你不要命了？不但要杀太子，我今天还要杀了你！嗨！江倚天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哼，老朋友都到齐了。你不是想当武林盟主吗？答应我，五行龙翼就归你。今天你没来过这里，也没见过任何人，明白吗？是。滚。江老盟主，久违了。韦教主，我们几十年的江湖恩怨，没想到今日竟化敌为友。老盟主难道不认为人生中有一个真正的对手是件很幸福的事吗？当然，你我统领着黑白两道，明争暗斗，好不痛快。我承认，我最想杀的人就是你，而老朽这颗向上人头，也是你梦寐以求的吧？自古以来，正邪黑白本为同源之水，终有同流之时。江湖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老盟主，你就不要跟我聊什么正义邪恶了。别人不知道，难道本教主还不了解你是如何正义的吗？江湖险恶，老朽也是图个自保，但从今日之后就不同了。你我联手，定能还江湖一个平安。说不定用不了多久，大家就可以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了。老盟主此言差矣啊，不要忘了，伯爷景行还在，而且我不单单要伯爷景行，我要的是江山社稷。魏教主好大的口气。南宫大人是叫我来议事的，说正事儿吧。老盟主果然是性情中人。那我们言归正传，南宫大人有令，老皇上已经命不久矣，要在他归西之前拿下太子。
你行动，我配合，明白了吗？区区小事，不劳教主大驾，老朽自有办法。我还精心为你炮制了龙雄通宝酒之丸，每日一颗，不过七日，你便可以恢复真气，正中平和，当然，也没有性命之忧。谷主，时间紧迫，在孩子满月之前，必当定夺。谷主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们门主没跟你说过，我已经金盆洗手，上次是最后一单了。可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李将军家出了大事。李将军，就是驻守边塞的李将军李大人，他的独生女被人绑架，情况紧急，所以门主派我找上门来，冒昧了。是何人所为？少庄主有所不知，朝堂之上当下很不安定，主和派南宫大人一手遮天，主战派受到排挤，这次绑架李将军女儿，就是要逼主战派妥协。现在过去几个时辰了？快两个时辰了。那应该走得不太远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们应该没这么放肆，应该还在城内。门主也在四座城门布下眼线，最有可能是今晚就出城。这是十两金子，这次没有户主，这是门主自己出的。你们怎么会知道这点钱我就会去？门主说少庄主是深明大义之人，不会坐视不管。就这么自信啊？不对吗？回去告诉你们门主，这一次免费。爷爷，伯爷景行就在里面。你来开。好，爷爷。爷爷请。伯爷景行，别来无恙啊。爷爷，人我已经给你带到了，你是不是应该遵守承诺，把太子的消息告诉我？当然，太子现在他就藏在……骗我！爷爷，您出尔反尔。是你使诈在先，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。不过真的，伯爷景行，我也给你带过来了，只要你告诉我太子的消息，我就让他出现在你面前。
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我知道你舍不得博野景行那个妖女，你口口声声说要维护武林正义，可实际上你也是自私的。我们之间的区别就是50步和100步而已。我跟您不一样，起码我不会出尔反尔。伯爷景行，没想到吧，最终你还是成了我的囊中之物。更想不到的是，是清流亲手把你送上门的。江清流，亏我对你百般维护，你居然把我当作交换条件卖给了江隐天。你连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利用，我们之间早已没有情谊。江隐天，今天我并非输给了你，而是输给了我最信任的人。我无话可说。爷爷，人我已经给您带到了，太子的消息您是不是应该告诉我？清流，我是不会告诉你太子的下落的。虽然博野景行是我梦寐以求的，可太子也是一块肥肉。爷爷想鱼和熊掌兼得之。哼，这世间论起卑鄙无耻四个字，还真是非你江隐天莫属啊。还有什么话留到陈璧山庄的地牢里说吧。哦，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哦。Oh, my God.
现在能说服江隐天的就只有我了。那我也不能为了救太子把你的性命给搭上去吧。我身上有江隐天没有得到的无药心经，他现在是绝对不会杀我的。现在最难的是如何让他相信我们是真的反目成仇了。所以必要的时候一定要采取极端的手段来逼问太子的下落，哪怕是要对我痛下杀手。江家老儿，你孙儿要取本尊性命，看来无药心经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成为秘密了。住手！等一等，爷爷，只要我杀了他，我们江家就能重新拿回武林盟主之位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伯爷景行现在还不能死。爷爷是为了五妖心经吗？你只要按我的吩咐行事，不需多问。你要我不杀他也行，但必须拿太子的下落来换。你太幼稚了，今天就算你杀了伯爷景行，我也不会告诉你太子的下落。把剑放下，将他押回地牢。就算我得不到太子的下落，对我也并没有什么损失，可只要我杀了他，我江青流就可以重新夺回武林盟主之位。爷爷，当我揭发你的罪行，号召全天下英雄来对抗你的时候，你身败名裂，你说朝廷还会给你加官进爵吗？那个时候你就是真的一无所有了。江青流真的要背叛你的爷爷了？爷爷，这都是从您这儿言传身教得来的。你是真的不打算告诉我太子的下落是吗？那好。江青流，青流，是你逼爷爷出手的。这么多年，爷爷为了江家，什么事都干。你不杀我，我传你无药心经。爹，比起无药心经，伯爷景行的死活根本不值一提。见得人的，见不得人的，甚至做了朝廷的鹰犬，可我问心无愧。爷爷，我得到什么了？得到的是你的背叛。这么多年，我一步一步地把你培养成了武林盟主，可你呢？你却和伯爷景行搞在了一起，狼狈为奸。你对得起江家吗？爷爷没得选。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轮回，你就是你爹送给我的报应。是你，是你杀了我爹。原来真相是这样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真相是从活人口中说出来的，这是我给你上的人生最后一课。明天天亮，就又会回到11年前那样，你为了抓住伯爷景行，英勇赴死，而我，又是那个抓住伯爷景行的大英雄。残酷吧，这就是现实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五药心经和残笑神功都传给你的儿子江梅魂，他就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。从今往后，没有人能撼动陈璧山庄的地位。老贼，想要我替你背黑锅，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今日我们老账新账一起算。
你的剑法倒未曾搁下，若不是本尊身体有异，定能与你酣畅淋漓的大战一番。小姐，姐姐，废话少说。十一年匆匆而过，物是人非，唯今寒阴谷只剩你我二人还存活于世上。素素容颜已老，没想到师兄也难以相认了。这么多年你杳无音讯，我还以为你遭遇了什么不测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你当然没想到我还活着，我还要感谢你，因为这些年我活下来的唯一动力就是杀了你。喂，不许你伤害我男神。金爷，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无论如何你们不许插手。伯爷景行，亏我爹对你这么好，你却干出这种欺师灭祖大逆不道之事。今天我要用你的血祭奠我爹和寒衣谷的亡魂。素素，你听我说，师父真的不是我杀的。当年我得到消息赶回去的时候，寒衣谷已经尸横遍野了。师父，后来我被江家父子逼上山顶，打斗中被江少桑所困，伤势严重。江家那个老贼把我押回地牢，所以我才没能回去找你。我看是因为江倚天来了，你来不及杀我，但是你没想到魏萧把我给救了，我侥幸活到了今天。素素，我说的没有半句假话，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
为什么你就不愿意相信我呢？因为我只相信我亲眼看到的。伯爷景行，别像个缩头乌龟似的，出手吧。让你进来的，我根本没跟你说过，这个时辰不要让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。是他，原来真凶是他，他竟然骗了我这么多年。不，锦爷，那是几位师傅？别管我，去把他追回来。江庄主，来者何人？老夫太子府的总管。请。请。皇上驾崩。父皇，请恕儿臣不能踏前送终。太子殿下的这份孝心真是让人感动，只可惜你不愿与南宫大人合作，从今日起这天下就要改朝换代了。下书院，难不成这稷下书院就是阴阳道的老巢？你疯了！我当年是瞎了，至今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你在胡言乱语是什么？你才是当年灭寒阴谷的真正凶手！都退下！这屋子里一定有什么玄机。
要打群架是不是？别以为我怕你们，又不是一对一啊！你米多稀少，算什么江湖好汉？也不陪你们玩了。哎呦！哎，你说，这都走了好几个时辰了，这个小娃娃磨磨唧唧，到底搞什么呀？我可听见你说我坏话了，你也太不厚道了吧！你怎么把你自己弄成这样？这是我第一次追女孩，把自己弄成这样。姐，我这应该算是工伤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玩笑？素素呢？我看着她进了城西的稷下书院。之前我跟踪南宫大人的时候，也去了那儿。当时我还在想，这个南宫大人怎么这么爱学习？没想到，那原来是阴阳道的老巢。他一定是去找魏霄质问去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救他。别动，我帮你去。今天身体不好，楼梯的时候记得弯腰。等我回来。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干了你珍藏的那壶酒。这是谁跟你说的？是不是伯爷景行？哼，这个问题等你上了黄泉路我再告诉你。今天我就要替我爹和寒阴谷的师兄弟们报仇。素素，你听我说，这是伯爷景行的阴谋，他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对你怎么样你自己知道，你怎么能听信一个仇人的话来怀疑我呢？你把剑放下，你告诉我伯爷景行在哪，我一定替你报仇。你到现在还在骗我吗？你不是说当年救我的时候伯爷景行已经逃走了吗？那你肩上的伤疤又是从何而来？魏霄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相信你，可是你却一直在欺骗我，利用我。素素，这么多年我对你一直是真心的。好吧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想再对你隐瞒些什么了。今天我就告诉你当年寒阴谷发生的真相。去去。当年我与你爹，你这个贱人，我的不灭丹马上就要练好了，我本想与你一起长生不老，共享荣华富贵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丹神，挡我者死！起来！
你们先走，我断后。嗯。不要怪我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你如今知道了真相，又能如何呢？你会走天谴的。哼，笑话！我即将登上的九五之尊之位，我就是天，而你。本可以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，跟我坐拥着大好的江山。只可惜，在这个时候揭开了当年的真相。当初为什么不杀了我？当年是你爹用他的命和寒烟谷换回了你的命，否则我也不会那么轻易地灭了你们寒烟谷。寒烟谷跟你有何冤仇？要遭遇这灭顶之灾？只怪你爹顽固不化，宁死也不愿交出五曜心经和博野景行。我也是被逼无奈才屠杀你们寒烟谷，嫁祸给博野景行。当年你爹临死的时候，让我好好的照顾你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也算兑现了我的承诺吧。这十一年，我竟白活了。韦萧，或者应该叫你南宫大人，当年果真是你。博野景行，你终于现身了。别说了，见到师父之后，替我跟他说一声，我想他了。小景用不了多久就去陪他老人家喝酒。你把他给我放下，就算死，他也是我阴阳道的鬼。新仇旧账，速战速决。男神上。
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传说中博野景行的功夫到底有多么的出神入化。韦霄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现在的体力每月逆风功都要比旁人耗费十倍百倍的精力。江启流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杀你爷爷的凶手就在你面前。你现在替我杀了博野景行，待我登基之后，我定会给你加官进爵。韦霄，你做的白日梦也该醒醒了吧。